你带那么多人来干嘛？哎，私心周主行动啊！嗯，哎，周大爷，你们行，你们行，膝盖上的店，没发财，没发财。我早就让休息几天了，就是不听。没有了，我想我吃到大义灭亲。跟我走。嗯，东奔，跟我走。是。 别动！他今天有什么毛病？我看他要大义灭亲了。快快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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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
你好棒哦！你想到你真的那么有信用哦？那当然喽，我现在不止扫我爹的赌馆，我要去扫他的机缘。真的？你要不要跟我过去看一看呢？我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他到前面那个茶馆去吃早餐，做完事情来找我。我？嗯，哦，我，走了，走。他居然吃错药，还神经错乱。 他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。对，待会儿你去开工，我到你家里去打扫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吃中饭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得要拉车，不知道把客人拉到哪里去，然后你到哪里去找我？我们是因为在这里等。随你便吧。对了。 你刚说江大牛是什么周楚行动，就是因为你一句话。嗯，他现在什么都听我的，我叫他去东，他去东；我叫他去西，他去西。你要对我好一点啊，要不然我叫他毙了你。<笑>你那么怕干嘛？对我好一点就行了嘛。嗯。可是你把他这样当猴子一样耍来耍去的话，那后面又不嫁给他，他会放过你。 过3个月之后，我把那50万拿了，我跟师傅跟小和尚远走高飞，他找到我吗？嗯，原来每一个人的想法一样。你说什么？嗯？哦，我说，原来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没事，您坐吧。嗯。可是我那孩子的事儿还没解决，怎么办呢？我叫你不要再想孩子的事情，你又在想。 我说的不是那个孩子，我说的是要把交给江大牛的那个孩子，还没找到啊。本来是找到了，可是又被小火星还给人家了。我们现在去找啊。我等一下要开工啊。开工。是啊。你开工重要还是找孩子重要？当然是找孩子重要了。好啊，这几天夜总会里面我休息，我每天陪着你去找。 给你找得到，来走。哎，你不是跟江大爷约了，等下在这儿见面吗？他今天的周出行动啊，够他忙的了。你们不是说江队长马上就到了吗？应该将近快要到了，要不然我们出去找找看。嗯，哎，江队长，报告队长。江队长，你的架子也挺大的嘛。啊，要我跟龙老板两个人等你那么久啊？ 报告厅长，我知道你一定要找我，我马上就赶回来了。马上赶回来，我看你这匹马也太慢了吧？啊！杨队长，哎，听说你今天一大早就去执行一个叫什么？报告厅长，叫周楚行动。我的妈个头！是谁叫你去执行的？为什么？ 因为我觉得最近上海治安太坏了，我决定来一个大扫荡。哦，治安坏，扫荡，会吗？哎，报告厅长，我觉得会。会？你知道我一大早收了多少警察的辞职信？报告厅长，我不知道，接近200封啊，200封啊，那完了吧？我。
完了，那没人保护我们了。他们干嘛狮子啊？他们是不是疯了啊？不知道。蒋队长，他们没有疯。你的警察说你不准他们向小贩收保护费，那他们情愿不当警察，情愿去摆地摊当小贩。这在上海的警察不贪污，我还头一次听到啊。哎，周文龙啊，我现在跟厅长谈事情，请你不要插嘴好不好？关你屁事啊！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冲着你来的啊！你今天去扫荡你老爸地盘，你们狗咬狗父子我不管，你们怎么弄我都不管。告诉你，有一天你要冲着我的地盘来，第一个不客气的就是阿拉。住嘴！龙老板，你放心，如果要有人敢动你的地盘，我决定会对他不客气。再说，也是我的地盘嘛。哎，厅长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嘛。啊，蒋队长，但是我知道你跟龙老板呢，中间是有一点误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嘛，啊，要以和为贵。这样，今天你们两个握个手，以前的一切恩怨就一笔勾销。来，啊，是。来，都不够，去！以后我电死你！龙哥也握个手。你们两位没意见了吧？哎，厅长，我是没意见了。不过江队长他心里怎么想，我是不知道了。我可没什么意见啊。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江队长，是，你还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。那批金子到现在下落都不明了，啊！你还去搞什么什么周公行动？报告厅长，周楚行动啊！好了，管他什么公什么楚的，反正我不管。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，三天以后啊，如果那批金子的下落你再查不出来，那我就对你，知道了吧？嗯，懂了吧？啊！走。好了，放好了。龙，辛苦你了。谢谢。最近我们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发生什么事？就是有人要杀你的事啊。你不讲我都忘记了。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去看婉君表妹呢？我本来是想去看她，可是昨天晚上就给那个志峰缠着，一直聊聊到天亮，你再迟一点去找他吧。聊到天亮啊？都聊些什么？还不是一样嘛，他整天在我面前炫耀你是怎么样喜欢他，他为了你呢，他要很努力的去拉黄包车赚多一点的钱，还有什么为了你吃点苦也没关系。才吃一点苦啊，接下来的还够他受呢。不过我们不用急，一步一步来。看着办吧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出事了啦？出什么事？在家里晕倒了啦？怎么会呢？听说是因为大少爷啊，今天带人把老爷的妓院赌馆都扫掉了，老爷一时气不过就晕倒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快点回去看江王父啊！去，这里我照顾就好了。江大牛把他爹的那个妓院赌馆扫掉，哼，我有没有听错？哎，欢迎，来随便看一下，随便看一下。哎，你喜欢上什么东西的话，我算你便宜点。便宜点？嗯。谁稀罕呢？完了！紧张什么？我赔得起的，这种烂东西。够了吧？够了，烂地方。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怎么了？摔疼了没？紧张什么嘛，便宜货又不用赔的。可恶，神经病。神经病。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火星。哎，
哎呀，你不用看了，奥秘不在，进来进来，太好了，我今天这样，我们来干嘛？看你啊。哦，我们来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找你出去失踪派。嗯，不行，这个店呢没人看，我要留在这儿，除非你们别拿来给我吃。那我们第二个目的呢，就来找你商量一下小孩的问题。 小孩的问题，嗯，对啊，我跟志峰找了一个中午都找不到，不是太大了就是太丑，太大了就真的是不行啊，嗯，可太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，你看志峰长得多帅，哇，长得多美啊，我们俩生出来的怎么那么丑？哦，<笑><笑>你们两个真的是天生一对哦，本来就是嘛，<笑>一样的臭屁呀。 上面的压力才会这样做，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做错啊。哈，你说他对，那就是我不对啊。爹，我一直觉得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是不好的，可是我一直劝你，你又不听。哼，哈，见不得光，见不得光啊！你跟大牛怎么长大的啊？还不是靠这些见不得光的钱？要不然呢，你们两个连我啊。 早就饿死了，还有今天呢，住洋房是佣人呢，啊！可是爹，你也做那么多年了，你赚了不少啊！我跟大哥都长大了，可以自食其力，你就收手吗？收手！啊！我收手以后啊，一直跟我那片人怎么活啊？你以为我收手就没人做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就文龙啊，一直就虎视眈眈我的地盘。 只要我收手，他马上接手，这些钱给他赚，不如我自己赚，神经病哈！可是爹，你做的不是好事，古人常说莫因恶小而为之，莫因善小而不为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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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知我是老粗，在我面前爬粗包，哼，简直啊，就是对狗弹琴。狗。 爹，不是狗，是牛。对牛弹琴。好了好了，牛也好，狗也好，反正就是畜生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对畜生弹乐器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在畜生面前弹乐器吗？哈，因为畜生不喜欢听乐器。不是因为畜生不喜欢听乐器，而是因为他们听不懂，不懂的欣赏，所以就算你弹得再好也没有用啊。 好了好了，以后我碰见任何畜生，我就对他们骂三字经，那可以了吧？哎，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要骂谁啊？骂你！好好的站在这里，有没有事来问？爹，你不要再惹爹生气了，好好对他说嘛。啊，记得一个小时之后要服侍他吃药啊。我先回电影去了。 爹，对不起啊！操！现在说对不起还有用吗？啊！可是我昨天就跟您说过了，叫你休息几天，你都不听我的劝告啊！就说你是逼不得已，一定要找人家开刀，那为什么你不找九纹龙，啊？去扫荡他的赌场，他的烟馆嘛，偏偏要搞我的地盘啊！可是小青椒说要以身作则啊！ 小青椒，什么小青椒？现在呢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把整件事情告诉二妹。那我们把之前的小孩子弄回来，交给大牛，然后叫二妹把她偷回来，把她还给人家。那大牛呢，就以为是这个二妹把这小孩子弄丢了。嗯。大牛很疼二妹了，他不会怪她嘛。还有啊，这个孩子不是江大牛的，我想他不会在意。嗯。哎，可是。 二妹会答应吗？最好能讲啊，要试试看啊。哎，可是你千万不要说金子就是孩子的事情啊。那当然不可以讲啊，我最多是说，这个是大牛的一时误会，你的一时贪念，那就这样骗了他200多块了。哎，你绝对不能这么说。为什么不能这么说？本来事情就这样啊。对呀，你怕什么？他又没说其他的，他说你骗了大牛钱而已嘛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
就是嘛。阿妹，小青到徐志峰，你们都在啊。嗯，来看你跟小宝君啊。哎，江伯伯他怎么样了？现在好多了，没事了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啊？没事哦。有一点点小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要跟我商量？阿妹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要求我跟你们一起合伙骗我哥，当然是很过分了。我看也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哥很疼我的，这样好了，我回去跟他解释一下，他应该不会为难你的。喂，不行啊，江大牛他的名字就人如其名一样，脾气跟牛一样拗，我骗了他这么多钱，他万一不肯算了，老找我麻烦，那我以后怎么办？谁叫你当初要骗我哥？好了，阿妹啊，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本来就是他不对，可是现在是，这个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，那你就帮他一下吧。啊，对，其实这个小孩子对大牛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嘛，不见了就不见了啊，没什么的，真的。好吧，那赶快把小孩交给我哥。谢谢啊。哎，照计划进行。嗯，好啊。谁呀？来了来了。大婶。哎，大婶，是我啊，上次来过那个人呢。哎，哎，大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哎呀，记得记得啊！你上次给我的钱啊，我拿去买了珠宝，买了衣服，我还买了一台新的轿车，我还买了新的房子，明天就要搬过去了。哎，所以你如果想要要回那些钱的话，你放心好了，那个钱已经给你的就是你的，我们不会要回的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想你借用你的孩子给我们一下，然后明天我一定还给你的。你要借我的孩子啊？嗯。哎呀，为什么不干脆用买的呢？就是卖一次嘛，我价钱啊好商量，好商量好不好？大婶，嗯，我们这次不想买，才问你借这孩子啊。哎呦，这孩子长得不错哎，挺像你的。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把它租给你们，按照时间租给你们好不好？租？哎。谁叫你上次当好人？租？好好好，租就租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要算便宜点啊！放心，一定会算便宜的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八个小时算一班，过来还要加钱啊！哇，好凶啊你！哦，哎，买小孩啊？我这个可以卖你啊！哎，我求你买我的小孩，我可以算便宜点啊！买我这个好了。喂，发生什么事？哎，是这样，上次你们给我买孩子，我跟他们提过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买，是租啦，租的也可以呀、啊。哎呀，可以呀、啊，回去，可以呀、啊，来，哎，记得哈，八个小时一班，过来还要加钱，要加钱哦。对不起，我找江队长，我就是江大牛，谁找我、啊？哎，队长，队长好。哎，小孩找到了，是啊。哎呀，队长，你不知道，我找的小孩找的好辛苦啊，找了好多天呢、啊。他长得都比较像小尖叫啊。对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头。大头。哎，大头。我叫大牛，你叫大头。哎，我们两个都大。是的。哎，我就把小孩交给你，从此我们俩互相欠啊。谢谢啊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快跟爸爸说再见。我爸爸上个月就死。啊，对的，是这样子，我跟小尖椒呢，怕这别人知道这孩子是我们生的，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交给别人养。那对夫妇呢，那个男的上个月才死，所以他才会这么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对。那快跟叔叔说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走走走走。你爸爸死了，以后我做你爸爸好不好？好，随便。随便啊？那你喜不喜欢这里呢？啊？可是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边住。没问题，你妈妈很快就会来这里住了。哇，
高兴啊？好可爱的小孩啊！哎，妹妹，他是徐志峰在小天骄生的，我为了小天骄还花了200大洋打发徐志峰，还弄了这个小孩来。等我跟小天骄结婚以后啊，我就可以当县城的爸爸了。小朋友，他叫大头，我们叫小朋友，这都乱讲这。大头，阿姨带你去买东西吃好不好？哦，有没有钱啊？有啊，我带你未来的儿子去吃东西。好啊，那要吃饱一点，吃多一点啊。他叫大头，我叫大牛。哎，很好。好了，快来里面坐。你还在这逛街，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啊？啊，我知道啊，我已经付了好大的代价带他出来了。那好，我带他。一个大洋，给我2条，同意的。客人里面坐。就这两个，我不同情。来，各位乡亲好。我帮你扒手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大头，大头。急什么嘛，让面再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啊。哎呦，怎么是你啊？对不起，让面把孩子交给我，可是我弄丢了。啊啊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在开玩笑。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不要玩了啦。那个什么大富婆啊，现在啊在说什么加班费，你不把那个小孩子带回去，他又要收钱了。来来，不要去现在开玩笑吗？真的，他们把孩子交给我，我跑到中间，我看见有卖领带，我就想买2条给你，谁晓得不见了孩子。正好我现在正需要这个。你这死不要脸，死到临头还要打扮。谁说我要打扮？我用它来上吊。你回来了，哥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哎，很抱歉呢。抱怨什么？啊，对不起哦，我把大头给弄丢了。哎呀，你也太大意了吧，带小孩子出去怎么也不把他看紧呢？你不怪我啊？我只有你一个妹妹而已，我怎么敢怪你呢？下一次不要就好了。下次，你有下次了吧？搞不好还有啊，有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去哪儿啊？走，慢点。去哪里呀？跟我走就是了吧。哇，怎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是他自己回来的，是他自己跑回来的。哎，对呀，他说这里比他家漂亮多了，他所以他不回家，情愿以后都住在这里。这个小孩未免也太爱慕虚荣了吧？他还跟我说叫我去求他妈妈搬来跟我们一起住。
哥，你知不知道大头的妈是谁啊？当然知道啊，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小千娇嘛。那万一他不是小千娇的儿子怎么办啊？怎么会不是啊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见过小千娇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个小孩不是他的，是不是？其实他是骗你的，因为啊，他怕人家知道他是未婚妈妈，所以啊，他就不敢承认大头是他的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你不用说了啦，你一定会觉得我很笨很傻。小千娇生过孩子，我居然不嫌弃他，可是我觉得无所谓啊，只要我是真心爱他的就行了、啊。他的过去我是不会跟他计较的。而且更难得的、啊，就是我见到大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投缘，而且爸爸也很喜欢他，还认定他就是他的孙子。爸知道大头的身世啊？不知道啊，我骗他说啊，大头是我在外面跟小千娇生的。哎，你不要拆穿这个秘密啊。那爸怎么说啊？他训了我一顿啊，说我在外面跟人家生的孩子，也不赶快把人家娶进门。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打算了，明天我就把小千娇带过来，让爸爸看看，然后我就叫爸爸跟小千娇提亲啊，小千娇一定不好意思拒绝爸爸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马上当新郎官了。我再去看看大头啊，我的儿子。这下糗大了啦！怎么，大头在你家？哦，那我放心一点。还放心啊？这下事情可糟糕了啊！怎么说？你们来骗我哥，我哥又去骗我爹，说大头是小千娇跟他在外头生的小孩。结果呢，我爹就把我哥训了一顿，他叫我哥做准备。准备明天来向你提亲，要把你娶过门。什么？哎呀，这让我惨了，我怎么办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况且我大哥又这么喜欢你，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，就嫁到我家来啊。有啊，我有意见呢、啊。怎么办呢？你有什么意见呢、啊？不是说好要嫁我哥的吗？对对对，小千娇是曾经答应过，可是。他是有条件的，要你哥哥能够改过自新，以后不再贪赃枉法，然后他就愿意嫁给他。我看时到如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坦坦白白、原原本本的把整件事情告诉江大牛。什么？你要我把整件事情坦坦白白告诉江大牛？对啊，本来你跟小千娇那个孩子都不是你们两个的。只是你一时贪心，他了一时误会，那你就利用这个误会就骗了他了，没什么。对，我认同小火星的说法。要不然我们哪来的小孩还给大头的妈啊？就是。哎，这说的也对啊。可是要我把整件事情坦坦白白告诉江大牛，他要知道我是存心骗他钱，我真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。我大哥现在这么喜欢小千娇。这件事情啊，就由你去跟大哥说清楚。对呀、顺便替他说几句好话。那我这边呢，我也替志峰把事情说清楚，这样你就不用怕我大哥啦。对对对，你去说。我去说。可是我该说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简单嘛，到时候你随机应变呢。反正你现在讲什么，他都会听得进去的。都是你，半毛钱没分到，要我去收这个烂摊子。哎呀，拜托你。就这么决定，我帮你约我大哥。小千娇。今天吃顿晚餐，是我这辈子觉得最丰富、最好吃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陪在我身边的。是你呀、大牛啊，你叫我大牛，我不能这样叫你啊。可以呀、当然可以呀、其实我还想你叫我，叫你什么？小牛啊。小牛啊。我不下火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
我去厕所。请。做过吗？啊，先生，您擦擦脸吧。哎，谢谢，打我一巴掌。打你！打！再打，用力点。好爽，我不是在做梦，好爽啊，好爽啊！队长，你在干什么？好爽啊！我先出去了，谢谢啊，好爽。你没事吗？好多了。您跟他认识啊？嗯。你要不要跟他一样也来点额外服务？跟他一样，怪不得从外国玩意儿嘛，就是这么多的礼数。好，我也跟他一样。哦，狗哥，哎，狗哥，谢谢啊。嗯，好爽，好爽。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啊？你不是跟他一样来一点额外服务吗？小牛啊，其实今天我约你出来是有话跟你说。哎，真巧哎，我有话跟你说哎。我不是说 Lady First， 我先让你说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。哎，队长，你神经病啊你！哼，不要理他，你说。哦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我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能生气啊！好，你说。其实志峰交给你那个孩子，不是我的孩子。你是说大头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你跟徐志摩的关系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孩子不是我跟志峰的。哎，小千娇，我知道这个年头未嫁先生子是很难看的。我觉得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可是你不肯承认大头是你的孩子，我绝对赞同你的看法。不是呢，小牛啊，其实我跟志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到现在还是黄花闺女。那你为什么说徐志峰什么什么叫他不要想孩子的事情？因为志峰住那个地方有很多孩子，每天早上把他吵醒来。他就很生气，说要对付那孩子。我见到他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想孩子的事情，谁晓得你误会了，你就给他钱。”那你？为什么说徐志峰什么什么叫他不要想孩子的事情？因为志峰住那个地方有很多孩子，每天早上把他吵醒来，他就很生气，说要对付那孩子。我见到他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想孩子的事情，谁晓得你误会了，你就给他钱。”他一看见你的银票，就想歪了，就干脆骗你的钱。岂有此理！哎，你说你不生气的？岂有此理！他真卑鄙啊，居然敢骗我！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不骗我？啊？你说你不生气的？我没骗你啊，你没看我一直在笑嘻嘻的吗？其实你应该高兴才是，因为你喜欢的人，他现在还是远远的。这跟徐志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
你要答应我，你不能怪子峰，也不能恨他，更不能对付他啊。那你既然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为什么还要维护他，帮他说情？因为他是我师兄的好朋友。那大头是哪里的？是借回来的，明天要还人的。那惨了吗我跟我爹讲说大头是我在外面跟你生的，他一看到大头喜欢的不得了，还叫我一定要把你娶进门。你说什么？我刚说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，就是这件事情啊。我爹说叫我一定要明天晚上带你回去，然后让他看看自己未来的媳妇。这趟轮到我活不了。哇，都是你把我害死了。你怎么会呢？有晚饭吃怎么会害死你？我跟你说，明天江河他一定会准备一大堆山珍海味来款待你的。哎，你这次可薛海可以大吃他一顿呢。妈的，还说风凉话。你还说风凉话。你还说风凉话。喂，你来真的？你谁跟你玩？你活该了，人家小千娇急都急死了，你不帮他想办法，还尽量故意气他。就是啊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过了海就是神仙，人家的死活他才管。喂，你说这什么话啊？我是这种人吗？小千娇的事情我们当然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了，我怎么会眼巴巴的看着他这种把羊送入虎口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聪明绝顶的吗？好了，现在是一个机会给你表现表现。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嘛，你只要说我昨天吃错了什么东西，肚子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就不能去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你很聪明啊。你毕到了明天，你毕到了后天吗？一年365天，你能每天都装病吗？就是嘛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看你这次啊，难逃一劫喽。那倒未必啊。你有点子。明天这场提亲宴你一定得去。哦，你要我去送死？哎，你听我说完你再生气不迟啊。要你讨好江河很难，对不对？要你让他讨厌很简单啊。你明天只要把你最低级、最粗鲁、最烂的那面表现出来，我就不相信江河会让一个烂女人进家门做他的媳妇儿。哎，这才是妙计呢。我根本不是什么烂的女人，金凤姐把我训练以后，我更加斯文大方，我烂不起来哦。哎呦，你当初来的时候那副德行还不够烂呐，你现在这么斯文，那么淑女，哎，全部装出来的呀。别忘了，你明天只要表现你的真面目就可以了。好，来。哎，上完账了。怎么样，生意还好吧？还好啊。真的还好？我倒不觉得，今天好像没有客人这样。没关系嘛，那就早点打烊啊。为什么？你忘了我大哥请小青椒做客，当然要早点回去了。对呀。哎，看来你大哥真的很喜欢小青椒。哎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高兴。哎，今天一大早起来啊，就说要到警局里去请假，还说要去理个发啊，还吩咐我爹今天不要到赌馆去查账，一定要等他带小青椒回来，好像要办喜事了。可是有一件事啊，据我知道，这小青椒不喜欢你大哥。哎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嗯，从我第一天认识小青椒啊，我就知道他喜欢徐之峰。是吗？我还知道他在敷衍我大哥。哎，那就奇怪了，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你不叫你大哥死了心算了？没有这个必要吗？第一，徐志峰根本就不喜欢小青椒，是小青椒一厢情愿，就好像我大哥对小青椒一样。第二啊，不是我替我大哥说话，如果我是小青椒的话，徐志峰跟我大哥让我选，我一定选我大哥。为什么？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，女人最重要的是归宿啊。能够有一个爱自己一辈子、保护自己一辈子的人，
那才是最大的幸福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当然了。所以在我还没有了解这个男人是不是我真正需要以前，我是不会付出我的感情的。没事，我问你啊，你刚见到志凤的时候，你呀、啊，那是意外嘛。他在我面前演的那场戏那么好，害我以为他是正人君子，你是浪荡子啊。结果后来认识了，刚好相反。天哪！那你是说我小火星是正人君子喽？跟他比起来呀、啊，你是踏实多了。师姐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想问你，如果志峰现在在追求你的话，你会回心转意吗？那恐怕很难了。第一呀、啊，他吊儿郎当惯了，要他改啊，恐怕很难。第二，我对他的印象真是坏透了。要不是为了帮你啊，整他出口气，我才懒得交他这个朋友呢，免得成天担心受怕的。哎，二妹、啊，其实这志峰哦，他本来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。我想他，我知道你说过他本质不坏嘛。对呀、啊。可是我们两好坏的观念好像不大一样哎，我觉得他坏透了，我一定要整得他很惨。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么糟糕。我想他，我知道你说过他本质不坏嘛。对呀、啊。可是我们俩好坏的观念好像不大一样哎，我觉得他坏透了，我一定要整得他很惨。哎，不要嘛，如果给他知道的话，他会翻脸的嘞。翻脸就翻脸嘛，谁怕谁啊？哎，千万不要生气，气过就算了。你的肚量还真大哎，你忘他先前怎么欺负你的？你的伤还刚好哎，这么快就帮他讲话。可是跟你一起合作整套哦，我总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、啊、那你退出好了，反正他已经上当了，我一个人整他绰绰有余。那随便你咯，不要太过分了。小火星，你试着劝劝小千娇嘛，叫他不要对徐志峰那么沉迷，试试看接受我大哥啊。他敢听我的话才怪。反正啊，我是一定会劝我大哥去追小千娇的。哎，看来你也喜欢小千娇。我觉得他人不错啊，而且我希望他能够帮我大哥找回正途。准备打烊了，收拾东西吧。你呀、啊，回去换件衣服，到我家来啊。到你家？嗯，你师妹是女主角。你是他师兄，当然要来啊。这个怎么不肯来啊？也我邀请你都不肯吗？你放心，这次啊不会像上次那样跟我吃顿饭就被人打到吐血。好吧，就到你家。金二妹，嘿，难道心想嫁人，嫁人就到？来喽，欢迎。哦，江大哥，来，叔叔。哎，好乖。我今天来是有两个目的，第一就是把这件道具还你，第二钱还我。大牛哥啊，哎。大牛哥不是你叫的，是，江队长也错，以后请叫我江大队长。嗨，是江大队长，以前的事呢都是我的错，我这个哎，今天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，是来要钱的。江大队长，你看我现在已经沦为黄包车夫了，
我正所谓是家徒四壁、情况凄凉的时候，我哪有钱还你？岂有此理啊！你居然连我都敢骗！要不是昨天小青椒替你说情的话，我今天就叫哼哼二人以诈欺的罪名把你枪毙了。哼，诈欺不需要枪毙吧？诈别人是不用啊，诈我枪毙简直就是要抄家。江大队长，我请你还是抄我的家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只有一个人，我家人都死翘翘了。啊，少啰嗦，你钱还我。我真的没有钱还你啊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不错，体格还不错，起码可以熬个二三十年。什么叫熬个二三十年？哎，你既然没有钱还我，就当我家的黄包车夫啊！哎，拉到200块也扣清为止。哇，那几年？不是几年，是几十年。你最好可以活到80岁，要不然你就赶快生个儿子，以后你就不用拉了。为什么生个儿子就不拉？因为你把儿子养大了之后，就轮到他拉，你就不用拉了。好，就从现在开始算。你现在拉我去见小尖叫。好，可是，这个道具总要先还给人家吧？好，我们一起坐你的车去。你先送他回去，然后再送我到夜总会去。